门口，他把剑。哎、欸，你干嘛打他？不是我啦，不是啊，我不是故，我刚刚我没有要打你的意思，快快上来。那为什么你要打他？为什么你要打他？没有没有，我不是故意，我挥到了。你是不是切四窗？那你应该按右键、啊，不要按左键、哦，按右键就没事了。右键是防御吗？对吧、啊？抱歉抱歉，學長就学长对不起好啊。其实我先按开路，我刚刚是故意的。啊、那我就把你八七烧到了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允月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回到这个传说，对，穿越时空。你居然也会犯错啊？对呀、啊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回到这个穿越时空这张地图啊。那上一次呢，我们已经拿到了第一颗的宝石。哎呦，你要笑多久啦？下去啦。你看你，很乖啊，我很乖，在那边。那我们今天要准备去前往第二颗宝石的位置啊。那在之前呢，我们有先偷偷开了一次直播啦，我们也刷了一点的钱跟等级，所以呢，我有铁剑，那把铁剑原来是我的，我们拿下去哦。我原本很多装备了，可是刷到都没装备了。对啊，那我们这一次呢，算是一开始有足够的食物，比起我们上一次应该会好攻略一些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准备前往我们下一个地方吧。好，走吧。然后这边画面就站上来，然后就说：“啊、各位学弟妹，我们就打完了。然后这一次的战争真是非常精彩。”走啦，要往哪边走啊？应该一样在那个树林那边吧。哦，是哦，应该是哦，然后绕一边树林的另外一边走吧。树林有。分叉我们小屋那里不是有一个左边是之前那个有很强僵尸的地方吗？哦，你说那边有个墓是不是？我们来去看一下。对，那右边那边吧，右边那边好像还有路。我只希望不要再遇到，你们懂的。OK 的 ，OK 的，应该不会了啦。这一次我记得他的另一个国家的那个地理位置是不是在森林，所以应该很难遇到。小屋的那一边吧，对，那个什么沙漠卡拉拉，对啊，哪里卡拉拉？应该是那边吧，卡拉拉是这里，这里。好，对，卡拉。卡克卡啦，是是，好奇怪的对比。就是卡卡。哇，附魔木剑，附魔木剑，没掉啊，没掉。有牛哎，牛哎，是群杀人魔啊！看他怎么动都杀。卡克卡啦，太扯了。卡克卡啦，有蜘蛛哎，卡里卡啦，蜘蛛哪里？没有，在上面有过不去。杀人魔看到什么东西都想杀。过不去啊！有木鹿头。哦，好，这个拿剑的不怕。来，拿剑的，来，不用担心他。打逼近，哎，库里布，库里布，库里布，走过去，库里布，走过去，后面还有一只。哎，我没看到，有库里布。哪里啊？那边哪里？有地方。然后这里穿都没差，不要理他。没关系的。假，哎，两下，我打，我有掠夺。好掠夺。哎，烧起来，他们烧起来了。学长，我们现在只有打两下，他们就死了。这只好像比较硬哎、欸！掠夺哇！经验瓶，库里布，经验瓶，是。哎、欸，后面，我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刚刚那是小王哎、欸，他有掉这个东西哎、欸。是哦，他是王、哦啊，他是小王哎、欸欸，然后他有掉，他经验瓶是掉20个哎、欸。哇！哎、欸，那是小王，能不能打那么久？练个灯啊！我先吸，哎、欸，吸，好吸。等一下。这小王已经死了。这小王怎么好像跟普通的骷髅一样啊？不会啊，上一集的小王不是连打都没打？没有，那个，我觉得可能是进某一个副本的一个开的那么钥匙吧。来，我有掠夺。好。听说上一集的小王不是连打都没打吗？就直接路过。哎，那里有艘，有艘船呢。对，我们过去那边，假的？走。感觉是一艘快沉的船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已经沉了啦。上面一只网，我们会被水鬼抓下去啊？应该不会吧？这应该不会有水鬼什么的啦。如果这个地图可以做到抓水鬼的这个样子，我觉得会蛮神的。这应该是沉了啦，你看都长青苔了。沉了啦，好，看废弃的船。我往下找，这边呢？对你往下，我往上爬看有没有东西。
也有箱子，纪念品，我需要纪念品，纪念品，纪念品，然后中介宝箱，我需要吸吸吸，你要吸吸吸，我箱子等了，我要吸吸吸，哎，这边有那个，有铁门进不去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我已经沉到，你们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按钮，搞不好有什么按钮，你在下面是不是？对，我在下面，我看到很多，吸吸吸，这给你，这给你，直接给你啊。嘻嘻嘻，那很多按钮在这里，可是按的好像没什么效果。你再按看，我看一下怎么看。这边有一个铁门啊，这是什么？这里你们该来过了，箱子都是空的了。嗯，就那个房间是不是？腐肉你们没有拿？哦，腐肉也是钱呢、欸，还有面包。啊？铁门有开吗？敲按钮。铁门有没有开？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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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了。我的什么进去？好，好了，好了。里面进来了，进来了。烈焰粉，然后是命一个很奇怪的命名，那应该是特殊道具了吧？这我都看过，都看过了。好，没了。这边有骨头，还有纪念品。哎呦，又有纪念品了。啊，嘻嘻嘻。哦，好多火药哦。对啊。所以，我刚刚是没有挑按钮，你知道吗？你就乱按。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超多按钮，然后我就按了一个，然后就开了、欸。我刚刚是开上面这里，这里有开关，我好神、啊。嗯，你知道我开哪里吗？我一下来，我就直接看到这个怪怪，我就点它就开了。乱点通。对啊，有僵尸，僵尸，僵尸。哗啦！这题真的要很小心砍的，每次都是很容易砍到你，我就突然跳出来，有没有很帅？然后就砍到你，哎、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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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 ，OK， 合作无间。那边有那个 point， 有小屋，有小屋。你应该不会有住人吧？后面，你们后面，你后面有怪。好，我来。库里普，好像卡住了。死了。库里普，库里普。这废墟吧，里面是出怪哎。对。然后这里又一只跑出来。这是网吧？不是、哦，不是，它只是装备比较好、欸，什么都网才不一样哎。有箱子，point， 库里普，库里普，库里普。point 在这里哦。而且团团，好，给你吸。嘻嘻嘻，嘻嘻嘻，给你吸。嘻嘻嘻，嘻嘻嘻，嘻嘻嘻，退退退，远一点，退远一点。嘻嘻嘻嘻嘻嘻，耶！出去吧。Go go go go， 没关系没关系。有疲倦了。有哎。嗯。等一下。沿着火把，你忘了调掉哈。对。那边有那个。OK， 好。有告示牌。哪里？这边。对啊。应该是村庄到了吗？有那个牌子啊。好像是什么地名呢？之水这边没有什么，进去里面看。有人，有人，有苹果，有面包，有煤炭。他会反伤我打到一个他们的 legendary boots， 传说保护二，保护二抗火性一耐久五蓝色的鞋子。哦，会坏吗？这里他会坏啊，他会坏。这边都有村民那我们是不是要找什么村民讲话？对啊，应该是。这边东西我都拿走了，团团这给你。管事，好，请管事讲话。管事，你有什么话想说？来啊！我他后面有地图哎。好，来吧。这边为什么？我为什么是管事？是你吧？又我喽？就你啊，都你。好啊，就我，又我，又我，都我，好啊。快点！进来吧，陌生人。我们不是那种粗俗的僵尸，欢迎你来到绿洲热风。这里的生活很棒，但是自腐败之后，我们失去了一些村民。我是村庄的管理员，其中一个村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不去他的家跟他谈谈吗？然而，如果你决定直接走进去勇气的地下城的话，你就要非常小心了。在那里，你将会发现一些使用远程攻击武器的可怕怪物哦。他说空库工吗？应该是吧。所以他说我们可以不用去找那个人。然后也可以直接去地下城。那需要帮忙的人他也没讲啊，他也没讲是谁、啊。他就是他不是说村民吗？有另外一个村民啊，他很多其他村民呢。哦，好吧，是打不开。所以我们要一个一个讲看吗？对啊，这个村民给我们点点点。给你点。这边还有一个村民，他据点你、欸。聊啊。他据点你啊。我好无聊，谁理你啊？好无聊。等一下，你不能骂他，因为他给你纪念品，你过来。迪卡凯恩，迪卡凯恩。有任务哎，他有任务哎，叔叔你在这里啊！停留片刻，然后听着，你似乎是个很坚定且崇高的陌生人。
如果你有空，我有个任务要给你，你能帮我在村里的水池里找到一些鱿鱼的墨水吗？20个就足够了。我希望可以在这么热的地方融化我的脑袋之前完成我的回忆录。我会报答你的。有啊，那边我就四个了，我全丢进去了，冲冲冲他！我需要回血。有了，有了，哎呦，哎呦，他给我们什么了？哦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你人真的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完成我的回忆录了。这里，这是我可以给你的。要知道，这个国家里有一座巨大且古老的雕塑建筑，有一位来自星星的远古建筑师所建造的，我们称它为沙狮子。然而，根据传说，那里有着一位伟大国王的遗址，只要伟大的弓箭手都可以进入到沙狮子里。要成为一名伟大的弓箭手，你必须先获得一把弓，瞄准真实的，那是第三只眼。为什么觉得好？一道通往智慧之门将为您开启。再次感谢你帮助我，这位高尚的旅行者。所以我们要拿弓啊。谁谁拿？好，谁有弓啊？我看一下，我身上我做箭矢。我也做箭矢。我也做箭矢。阿弓呢？啊，不是要给我们弓吗？你说说好的弓呢？迪达比奥，他是迪哈凯恩呐、啊。他是说你必须获得一把弓、哦，他没有说他要给我们弓。好吧。好的。是有沙虫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、欸。你就小小的在外面转来转去啊，就这个啊。啊，就奴隶吧，沙子的奴隶。不是，你看那边奴隶，超多的，超多沙子头。那是不是看不到我们？嗯、这只是骷髅带着沙子而已啊。就看不到我们。对啊。上面有弓箭手。往下线欸、哦，原来是流沙，难怪觉得奇怪。这里会有流沙。上面有弓箭手、欸。这里往下线、欸。上面有弓箭手。嗯，有欸。我们要先进去这里面了吗？嗯，先进来，先进来。上面的弓箭手，上面可以上得去吗？在上面弓箭手。嗯。超多箭矢、欸，怕没箭矢。对啊。因为他们哭弓本来就会掉。哦，对对对，哦，偷袭我，不要偷袭我。对，要，可能，不然就是先跑过去。这边有一个那个点那个要丢东西的，什么夸张对付的。我看一下是要丢，本来就应该是要射弓箭的，就变成要跳过去，应该不是吧？应该是要跳过去，本来就跳过去的吧。嗯、感觉上是可以直接跳过去啊。左边右边，等下等下，需要左边右边先回血，没有我要回血。哎、欸、什么啦？左边右边我要回血啦。左边右边血，左边啊左边啊左边啊。哦，哎有哭弓有哭弓，可是可以过去、欸、可以过去。他有在射我们吗？后面头在后面。好像没有在射我们哎、欸。嗯。好啊，那我们有枪子。然后你先去。还有你最爱的西西。嘻嘻嘻嘻，里面的哭光也会射人，里面哭光也会射人。有私产，有私产，嘻嘻给你，嘻嘻。好啦，那只骷髅一直想去找你们，结果过不去了。然后，哎，下一边出，靠近，这样过来吧，下一边来了，你先可以跳，可以跳。等一下，你从另一边跳就好了。哭光会射人。哎，哦，他帮你，666，哎呦，好可怕哦，99，他帮你啊，哎呦，这只好痛。这边还有一个沙墙的，所以要找那个按钮。找地方开，找地方开。哎、呦在哪里？哎呦！啊，学长！啊，偷袭了！学长，应该有记录点吼。这里有箱子，哎，你开到啊？按钮在哪里、啊？我看到一个仙人掌里面，在左边是不是？哦，就刚刚那里啊。OK， 你、欸、这边往下啊，学长快啊！走。哎，有岩浆，有岩浆，鬼鬼的。感觉弓箭手是随时在这附近。后面，学长，哦，学长，哦，学长，哦，学长，好啊，真心好啊，好啊，学长对不起，好啊，学长我不是故意的，学长我真的，哎，泽平，我刚刚吸的都没了啦，学长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好啊，泽平，没有，我帮你打那只怪物，哎，我跟你没有仇，你不要这样哦，你是帮怪物打我吧？没有，我怎么可能打你呢？我跟你最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最好了吗？我还去新竹找你吃饭呢。通常都会说，不是跟我不是跟你，你不是跟我最好的吗？然后呢，就再捅一刀，好可怕、哦。没有啦，学长，误会。哎、欸，87哦，你打屁哦！我救你哎、欸！我救你！我用铁剑打你、啊！铁剑，铁剑哦！铁剑。哎呦，这是迷宫，不是沙盒迷宫。对，这是迷宫，是迷宫，是迷宫、哎。你不要突然掉下去哦，我会吓死哦。哦，这是死路。这石路、哦，这可以跳上去吗？不行、哦。我看到箱子，哎呦，嗯，腐肉苹果箭石，还有一些垃圾。哎，学长，
这里有拉杆，我可以拉吗？这边感觉鬼鬼没入没入。哎、欸，我是哎、欸，你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被打死了，被偷袭了，被偷袭了。对，我被偷袭、嗯。那不关我的事哦。我知道不关你的事啊，我没有说是你。这都要这样都要先跟你讲一下，讲一下。哎、欸，看错看错看错。哎、欸，你那个 哦, 哦，看错啊，怎么突然突然从那边过啊？哦，学长看错啊，哦、啊，打预防针。学长好啊，来说，看错，哎、欸，这边有按钮，有没有看到？哪里啊？你在哪里啊？没有。哎、欸，我按，我开了，有门开了，有门开了，在哪里？哪里门？哦，是这里。哎、欸，这里是我们来的地方吗？嗯，另外一边。音乐别走，我需要回血。哦，哎、欸，你刚重生还没回满血吗？不是，是我刚路上碰到一个怪、欸，那个怪打他有新箱子，哪有超多纪念品的啊？童男啊，我觉得现在纪念品不要急着吃吧。我也觉得不要急着吃了，不然等下就死光光。就这边就是拿纪念品而已，没有感觉你在回了。他就像走，还在巡逻，还在巡逻，还在巡逻。他就像走过去，还在巡逻啊！三个人躲在这里，他是要走过去的，又走回来了。我、哦、没有。左边那边是接下一个路口，可以去看。哎、欸，干嘛啦？看什么啦？不会看。打掉，打掉，打掉。啊、哦，谢谢。哦，这里又是什么 ？Legendary Boots。后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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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面。不要来 Legendary Boots 了。这边真的啦，这边有好多按钮可以去按呢、欸。嗯。我们派出，可是又有弓箭手最强的吧？团团过去吧。这里有水、欸，这水是干嘛的、啊？哎、欸，这个按钮、欸、我按了、啊。按、啊、按。哦，铺路。哦，造桥铺路啊！这个水是干嘛的？这水只是让我们哦跳到岩浆里可以来洗火用的，是不是？好贴心、啊欸，就像现在这个情况。哎、哦、哎、欸欸，我只是负责让你测试一下而已嘛。完美诠释。我去开另外一个。白痴哦、喔！你为什么跳两次岩浆啊？他连续跳两次岩浆在下面。去跳一次，哦不行哦，好哦，你不要，你不要，你不要，你去找隐月快点，去找，去找隐月，这给我跳。我拿去武器店那边拿。武器店，哎、欸，小心小心小心！有弓吗？有弓吗？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没有，没弓，没弓。他在瞄你，他在瞄你哦。嗯。按按钮，先按按钮。先打他啦，不是先按按钮啦。不要跟他讲啦。完了，然后嘞，哦，铺路了，有有有，中间中间，以为他是要故意来打他呢，嗯，你怎么跳过去的、啊？哦，这里有箱子，开，噔噔噔噔，经验瓶，然后有那个要投的那个经验，开、哦、门的，开门的，给云月，开门定，云月云月云月拿云月拿，你拿你拿你拿就好了，拿就好了，啊，这边有个按钮哎、欸，按啊。应该就是回去的路了。哦，欸、真的耶，帅耶！然后过一段时间，他突然收回去。不要，那我要先走。好，投投。哦，里面哦、欸，等一下，有鬼啊、哦！他手，他手中间。哎呀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他看谁？他看谁？哦，他看我，看我，看我。你们打你们，你他在看你吗？他在看你，他在看你啊。好好好，那是感觉很深哦。哎、欸，这个火球没办法丢啦！可恶，我找错地方了。我们一起打。他是 boss， 他是 boss， 他是 boss。哎、欸、呀，你 boss！ 哦，我你掉下去。哎、欸，我拿到，我拿到另外一个了。那是另外一个开门的吗？哎、欸，应该是那边哦。我先去放。好，你先去放，你先去放。对，这个越级跳关。可是我觉得他会有神装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过了。我想打他、欸。打。我也想打他打。可是他在哪里啊？下面啊。他现在在底下，他在底下。他在底下哪一处啊？哦，我就看到上面是神怪、啊，好多、哦！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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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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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再招一颗试试看。这里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准备，哎、欸，你们，他上来，他上来，他们，他上来，他上来了。你们小心，我要丢了，丢丢丢！雨渊，你要小心哦。好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没打到？哎、欸，我怎么没打到？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我怎么没打到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哎、欸，你们好意思啊？哎、欸，所以他死了吗？啊、没有，没有，他在底下。对，他看泽平你。好，先清小怪。小怪越来越多了。八七八七。Double kill！ 拜托你。都是的。难得。也没得。你知道我刚刚原本，我刚刚原本想说，就是跳起来的瞬间，就是可以让他的视角稍微往下延，然后呢就可以打下面的怪。结果我瞄太下面了，然后就变成他自己往。他往地底砸火球，也没得。
杨梅爹是怎样啊？我先下去哦。或是蛇是小兵，在我这个楼梯底下，他死在这底下。你看一下有没有捡到什么东西？我上来一波了，我看一下有什么。是好什么？我刚刚下去捡，好像没捡到东西啊。没吸到东西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我身上没有，那就是说他就没东西喽。好烂啊！他骗我们的、啊。然后他根本就不是就，根本就不是真正需要的东西。嘿，拉杆应该是开这个门。好，我拉咯。嗯。开。哦。啊？未锁定。房屋外屏什么东西？哦。哦，有一套装备，皮革装。你们拿。锋利直线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需要那皮革装给你穿。这作者的那个什么原子版本什么鬼的。这个没有，这没有翻译。有封闭时间，看你们要不要拿。没有，我有铁剑了。好吧，那给我。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上面这里吗？嗯，没翻译。哦，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域耶。所以我们攻略完那个沙堡了吗？哎，没有，我们到另哎没有，还没啊，这里还要继续往上。还有另外一条路。对，没有下去可以上得来，上面有楼梯，这个吧，哦，有楼梯啊，嗯嗯，这个吧，嗯，应该是那边，应该是那边，看看啊，对，这边有往上爬的。其实刚刚有梯子啦，哎，有那个金的那个什么夸区，哎，这个我记得外面要投，外面有个地方要投这个东西，又是，拿去吧，拿吧，拿吧，对，是这个，是这个，那就丢啦，那是开金字塔吧？哦，哎，谁敢闯入我的巢穴？我将惩罚那些入侵者。哎，这里有箱子。没人在理他。一个人继续把网引出来，然后我们都在。我去。那令家，令家，哎，暗的，超暗。哎呀，糟了。里面变很暗，是不是？啊啊啊！干嘛？我掉下来是水，你们快下来，快下来。啊？里面他在正中央，快下来。哎，这边我们是没来过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边没来过。快来！等一下，我要在上面。这次我应该不会杀到自己。红包不亏。我应该不会杀到自己了，吧？啊！我完全没杀到啦！你好烂！我刚刚被打枪啊！来了 ，Karan， 在哪里？在里面，在这个红色里面，快进来！好，我下去。他们现在什么动作都没有，应该我是领将的关系吧？嗯，哎，你是从哪边爬上去的？我是被打枪。哦，我看到。藤蔓爬上去吧。嗯。对他们都没人理我。哎。他看不到你哦，有可能，真的看不到吗？有点看不到，所以啊，我去，快往过去哦，往过去哦，很疼，我可以打他脚脚。哎，你们放火球，放火球，打脚脚，打，我可以打脚脚。来，红包不快点，来，我要站在这上面，过来。哎，你放了什么？我放了魔法术。等一下，有他有酷光会射火箭。哎，他好像是，哎，这样好像那个才是网哈，这样嗯，那个弓箭手才是网。我们没录上去了啦！什么？我没录了啦！他杀掉，要从另一边。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，干嘛啦？另外一边，我都把路封起来了。哦，这样不用。他过来了，我可以砍他脚了，好好砍他脚，哎，他跑去哪？可以。我来引诱他，我来引诱他。过来，被霸凌的王，好可怜。过来啊！我来引诱他。死了！耶！那个星星又要丢了，我丢了。就这样过了吧？应该是过了。哎，有攻！对，过了。哎，攻！哇，好猛哦！又二！哎，语言念。又什么？哦，咒语，消耗40点的法力点。来，我来试试看。那是要干嘛的？治疗吗？还是？他写又二，我不知道。嗯。他之后写消耗，看他有没有哦，有，丢出四个雪球，固定的炮塔可以，从而引诱怪物的攻击。什么意思？嗯，简单说应该就是雪人。哇哦，哎，好酷哦，好酷哦，他会打怪，诱敌的，好帅哦，那这给你啊。我觉得这个你真的很适合。好，我们这边可以回去。宝石，对不对？回去了，不是，对，是紫色的。加什么？哦，又加两格血了。加血。哇，越来越振作起来。振作起来，太棒了。可是，等一下，任务是要我们去那个地方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吧。我们去找王看看，我们去找王讲话。好，走。哎，对啊，我们拿完两个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可以跟我们找王。哎，真的。哈哈。
还在打那个啦，王必不要再丢王啊！很好，你已经收集到这些宝石了，但这些只是一开始，我的朋友。一旦欧塔利的前国王偷走奇遇宝石，你将可以去那里找到奇遇宝石。要进入这个领域，在悬崖另一面有个被挖的通道，在智者的家附近，那是一个古老的通道，能够穿越并互通两个村庄。我会尝试帮你打开这个通道的，去吧，英雄。哦，所以我有另外一个通道啊。哎、欸，我好了，哎、欸，我原本有头的，你看我现在没头。穿着裤子了。好啦，我给你帽子啦，这里来。帽子是他的代表物，赶快去捡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也顺利的拿到第二颗宝石了。那接下来呢，网友说到我们要去古代的通道那边，那我们下一集再去那边探索吧。今天就先这样子，感谢大家收看。我是影月，那旁边是团团跟哲平，那我们下一次的穿越时空再见啦，换个雪人啊，换个雪人啊，拜拜拜拜。哎，对，野雪人不要再攻击网了，好不好？可以把雪人打掉吗？应该可以吧？欸、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打、啊，他烧起来，可以打他，可以打他。好了，你不要打网了啦。哎、欸，他好硬哦、喔，他好硬哦、喔，他怎么那么硬啊？雪球，哎、欸，可以拿到雪球哎、欸。那雪球打怪不是没伤害吗？看能不能卖钱，你怎么又烧起来了啦？我刚刚跟雪人互打哦、喔。